不要着急，调整好你身体，趁孩子不注意你就用力。老公你说得容易，要不换你试试，老娘自有分寸，你滚一边去。老婆你真是给力，遇事如此淡定，老公佩服你到五体投地。你先回去下好棋，等下我就回去，你在这我不好专心用力。行嘞啊，我先回去下火鸡，生了告诉我。生了吗？生了。老铁，六六六，点个赞啊！